有在充电吗？有啊。不会，我现在鼻子露的程度是怎样？有露出来吗？一点点啊，尖尖的地方。你没有呢，因为就很怕它进到血镜里面，然后拉开。对，又要拉出来。对，拉出来，然后又很难弄。昨天有帮我特别把护一次吗？有。你觉得有帮我特别把护一次吗？特别。对啊，你们不是拍下来我一些。你先走了。对啊，不见了，没了。你说你有重开预告吗？下午才会请啊。现在才叫刚开。我在压。有吗？有啊。有啊。
啊？是乌鸦吗？短，声音比较短。上坡好可怕，会一直掉到它身上。哦，它会闪吧？而且它还站在楼梯上。没有，它是由左往右切，所以掉下来是它右边的。四楼以上呢？这是二楼房间最多需要的。还是他以上全都是有附那个展望风铝，但是他要这样要展望哪边啊？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都是玻璃的，是一楼餐厅嘛，然后二楼是我们房间的。就没有上面了。我们的浴池是在那个主体的那一块的往外看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在洗澡，我就看外面就都是一堆雪，就所以真的没有这个 L 型嘛。但是它上面的横的房间数也够了，一二，而且那个很明显，那个宽窗户很明显就是有浴室的吧？对啊。所以它的形状真的就到二楼，没了，好可惜哦。也没有，它盖更多的话，现在不就赔更多吗？那时候哪知道会现在这样？这个应该也。你们的洗澡是面对学校？我根本就没有出来过。你看你的是这边，我的是面对那个白色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想要一次来洗是可以看着阳明山洗，所以就要白天。那就只有今天喽。
站在这么高的树上，是真的要让人家爬的。是啊，有保护绳吧？没有护栏。你说下面为什么没有护网？它现在网弄直的，可能平常是横着摆的。它现在弄直的，避免积雪还是怎样？看来夏天就只能玩这个了。弟，你看这个很高哎。对啊，下面，嗯，还没看到，下面有，我看到了。有啊，在那条走道的下面有。很多人的第一滑，摇来晃去。嗯，小小嗲嗲，还可以。你看你身上掉的，很小颗哎。嗯，我看你的镜头没有。这个不会粘啊，这个，因为它一断一破就弹开了。围起来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吓人哦！还好电池还在。好了，好了，缩头。好了。ただいまより新宿第三号線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せ。繰り返し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要拍吗？还是不用。拍他就好。对啊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只有三个缝线。
它很高。你是说红色就是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只知道它是黑色，全黑的，只能上。要站起来才认得出来。它刚很高啊，这个就很高，这个就白。走。我如果是啊，就是把我的过敏药吃光，这样我就得去买日本的过敏药吃。哦，我要把单子留盒子留下来，就是我要去找一样成分的东西，但是买不到。嗯哼，买一样成分，我猜就是鼻子过敏药。怕太早。怕，我们现在就早早的那边滑，我们
会是11点吃还是11点半？嗯，那你这么一轮就30分钟哎。40哦。对啊。快速的一轮是30。35。那一次还是有拍照。哦，我们完全不动，就是滑下去。嗯。Non stop 可能30。有点塞鼻。我现在左脚足弓正在酸，然后我觉得不应该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穿鞋子之后才会酸。是绑的没？不知道。完全回起来了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，还是开了一个洞。对啊，还有开洞，可以滑，但是它就只知道这里有洞，那里有洞。我这边比这边比起来还难过。会不会是因为我的雪板是黑色的关系？你看上面有雪会融化，你的有吗？没有。我是说，黑色的话温度会稍微高一点，水融化的话会比较滑，所以平推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好好推一点点？以上为我的假设。然后板子越长，推得越快，板子越长，速度越快。所以我的比你长，所以花的比你远一点。真的坐蛮久的。好像也没什么风。我腿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，腿就这么短。哦、oh, ，no， 缩头。本日は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皆様を
因为那个日期。可以动啊，我要过去一点吗？都可以，我可以动啊。不用不用，你都不用动，你要往这边一点。我先直拍，因为横拍的话，横拍的话尖尖拍不到。啊，你是 1.3 欸，奇怪。现在刚好。横拍不够。直拍就好。换炮。换炮式，换炮式，抬脚，最高这么高、啊，还像我最高多高？没说一说。看来只能直拍，如果尖尖也要拍到的话。不用了，你有拍风景吗？一张。哦。太阳又不见。温度记录啊。是是是。九点，继续赶路。去到都10点打下来了，靠北，哇哩！走吧。
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刚刚想说，背包的扣子把它扣起来，就有一把，另外一边掉下来，我就把它放到口袋里。结果我现在前面还是没扣起来。怎么会拔到？我也不知道。好。是扣环，但是扣住的东西是什么？我都没搞懂。缝的吗？那边应该是缝的。我现在先把它拿出来瞄一下。那你这样麻烦，你都固定不住了。是什么啊？我看，它对着什么？它套在什么上呢？它有一个小袋子。但是小袋子在哪呢？啊，我懂了，装得回去啊？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是紧急脱开袋吧。我找到那个一个圈圈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圈圈的地方，把这个T穿过去之后，瓶子就拉紧了。你看，哦，好，你有弄好了？弄好了。现在只开两个 cos 跟两个 lift。第四跟第五有开，其他没开。会不会他们？第四不就是新手那个？对啊，就只有最下面那两个。会不会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来不及整完啊？汤泽区下超大雪，然后他们来不及压完，还是怎样？都已经这么多天了。我们原来预约的苗场是22号，所以那时候应该就没差了。记得路吧，就是弯的那条嘛，不知道。不过真的在滑雪的时候，一晃神真的会没看到有一条岔路。我们昨天
做那个漫哉也做了好几次，就是没发现。巡山员在检查。我刚看他们在雪道上捡东西，捡有人掉的，或者是怀疑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。我的左边鼻孔一直想要流鼻水。结果，我刚没有看晴天到底什么时候。他想要晴，他就会晴。看来有没有用？不是啊，可以做些计划。因为山顶必然拍照的话，不过也还好，计划跟缆车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反正就是山顶会回来，因为缆车最后嘛。然后原来的预报也是说三点放晴，只是回来再拍。但是这几天的预报都有那个速度变慢的倾向，就是原来的晴天拖到今天，那他会不会现在预报又说晚上才放晴？对啊，我不知道。晚上放晴，明天不就超冷？你是不是这样说？我也不知道。就等一下有空档再来看吧。等一下，在这里帮你拍一张、啊。你要站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我在这里。你现在手机先给我，这样 OK 吗？哦，不会太远。什么叫太远？太远。太远，我就前进一点。就这样了，没有变化。不过这样这个位置很好。好，来一张。就刚好一，然后就刚刚好。好。抬得超低。还啊，要不要还？还紧啊，或者是你只要 0.5 就好。你要的话，你也要稍微前面一点啊，因为前面有下面，所以你也要去到那个位置来拍大景。
哪里很好？After you. 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 I'm多少？有办法多一些，假如。
只有一小段而已。因为今天还要再挖，所以今天还不能开。今天还要挖？下面还没挖完啊！他们下，大家下了缆车出不来啊，还没挖完啊，要挖完才可以开啊。好了。
走啊走啊，现在就随便滑啊。终于痛了吗？嗯，是还好。我在体会为什么我这边底下酸痛的原因，好像爬爬爬的话会用到这一块的肌肉。对啊，然后我会继续做刚那个练习，我要把右边的重心压对，压重心啊，抬单脚并且压重心啊。就是如果要压右脚的话，为了要让我有压，那你脚要抬得起来啊。我抬得起来。不是啊，滑行的时候我有啊。然后试着手往山下拉远一点，看能推多远，这样。啊，丑归丑，但是要让身体记住这个感觉。脚举不起来而已。没有哦。好，那我滑，你不要动。好，我看左脚右脚哪个抬得高。没有停下来啊。厉害厉害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，就是刚这样，就是要练到可以用一只脚有停下来的感觉，那样子就是100%踩实了。能够一只脚停下来，表示你还踩不够。好，那你就不用勉强练习。我只是说你没 OK 的时候就可以练。右边 pose 到底问题在哪？觉得蹲不够低呢。你轻松滑啊，你滑前面啊，我就练习，并且这个练习可以让我找一下我到底哪里酸。现在的雪比昨天又轻松一点，没什么人滑过。腰的差别，就是
尽量用你觉得轻松的滑法滑这一轮就好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，适当的慢慢的轻松的不用啊，我在练习。我顺便偷看你的轨迹好了，你随便滑。不会啊，我休息一下。都是一小洞一小洞。有。他在叫。在树上。树上。他也回头了。好啊，不会啊，他知道我是假的。假的啊？为什么？哪里听得出啊？我这一只长得很奇怪的乌鸦。二，而且它很小只哎，它不像东京的乌鸦。东京的长太肥了。东京的太大只了，这个为什么那么小只啊？这该不会是新出来的吧？刚生出来的还是怎样？雪球，你弄的吗？是你弄的吗？
算了，好了，走了。在流鼻水，真是。你是好穿鞋子哦。对啊。你会累吗？一点点。要叫坐缆车，可以休息十二分钟。嗯。好。对啊。哎呦喂，手抓不太住。抓住什么？手机啊。记录一下今天的时间。9点半，就很早了。先穿了山上脚，先穿了山上脚。
进行力量控管，还可以，力气都花在比较斜的那边，然后紧张度感觉还是有在紧张，我都用侧降、侧滑下来，我都不是用滑行的。其实我不太懂。别的缆车是不是觉得有黑玻璃？嗯，那就是还好。嗯，要开通风口吗？当然有开啊，我的当然有开。我的没开，那可能是背后有开，正面没开，怕雪掉进来。放晴，后面没了，十一点欸，嗯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至少这里也看得到羊蹄山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看你的是几点？什么东西？几点放晴？他说现在就是晴啊，见鬼了！他说现在啊，一直到十二点。好吧，那他是把 range 放大，他十一点十也算，十二也算，十一、十二对。然后我都躲在云后面，也不是真的晴。没有真的晴。礼拜四是四度，有没有搞错？嗯，没有欸，我这是三到负二。我是四到负四，但是我们运气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原来预估的是要下雨，嗯，那虽然明天到三度，但是白天没有雨，嗯，就是说我的天气的 app 就是说暖空气来了，嗯，但是没有水汽，所以运气好。如果暖空气跟水汽一起来，
整体整个没有放进。嗯。对，都是雨。不知道 Google 的来源是什么。八九点会下小雨。如果真的九点是下小雨的，我们可不可以明天晚一点来做？明天没差，明天就比罗夫，而且如果温度那么高的话，雪的状况不知道会怎样。嗯。然后礼拜五就要下干雪了，然后礼拜六最后一天没有六，就看不到六。嗯。一小时都看不到六。六是也是下雪哦，好麻烦哦。欸，你看后面，嗯，云有点动了。理论上，从右边往左，你看那里有个洞。嗯嗯。风向好像从右往左。对啊，云一直在，刚刚有在动，现在。所以就是等那个洞过来，就是那个唯一的晴天这样。嗯。好了，不用我们头顶有洞，我们只要羊蹄山头上有洞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要拍羊蹄山啊。光是他。
好啊，我要，我要。其实我也不清楚哎，现在看起来要放晴，但是好像都起雾。好，接着我跟你啦，照你自己要怎么滑都可以。嗯、我试着跟在你后面，就是我的练习。嘿。哦。好。没练好。不会啊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啊。是这样。对啊。对啊。
好了，我只能跟到这了，我只能跟到这了。下面我就比较有压力啊，我还要再自己练习。你应该也跟不大上吧？对啊，我想办法不停下来，现在先休息足一点。嗯，滴滴答答。对啊，有听到声。看到太阳一眼了。十一点，有没有？现在几点？快十点而已嘛。对。右边，右边该不会？感觉那边都会蛮亮的、欸。嗯。就快过来之类的。啊？要休息，要休息。我快要换了，我就这样已经换成这样了。我就觉得摔倒一定很痛，摔倒一定很痛，但是蛮硬的。嗯。你不觉得蛮硬的吗？都蛮硬的啊，所以我说我心理上一直都算比较紧张的、啊哦。休息。呀，面朝下，搓住。啊。哦哦。可以啊，等一下尿的时候是不是休息一下好了？就坐了，跟尿完出来就坐缆车休息呢，不想睡。哦，好啊，都好了。你要四十分钟算一趟。好，现在换我跟你，现在我可以跟你。话说要几趟？这我都直直走，没什么好分的、啊。嗯。
哎呦。是，你说你平滑的技巧上升了吗？不是啊，我说你看现在才十点。那我们有达到半小时了吗？我们刚好是9:40上车的。那我们已经达到25分钟了。9:40开始滑手机，所以我就说30分钟。哎，这次红线我是快下了。然后顺便看一下哈，我们才是11:开始，还是11:30，还是不管，因为太阳晚，所以我们每次不会11:再滑一次。嗯，而且我们现在上过厕所了。尿过了就可以了。对。以外是自动是吗？对。那我先扣一下我的手套。欸，不对，还是要用手套。